和平镇农会理事长郭德胜，甲商务干事李明成等干部，伫新的行七甲机头前举行祈安仪式，希望一机就作收割了后，行单的作业会当一切顺利。今日是咱和平镇农会吼，啊，干掉仓库，啊，这个行七甲机吼，啊，过来换新吼，啊，已经完毕安尼吼，啊，咱先列来这个。风景啊，感谢咱种精神哦，爱庇佑，和咱即届即个甘蔗仓库吼，啊，咧行车机咧进行当顺利安尼，啊，要希望咱在精神吼，会当保佑，啊，咱即厝要收拾啊吼，啊，那么会当保庇咱在员工吼，啊，一直顺利，在这疫情中间吼，啊，保庇咱在农业吼，会当平安，啊，来即个五谷丰收。啊，大赚钱！咱即届的迄个行车机哈，爱更新，哦，是我任内的做理事长哈，1809年哈，啊，争取的，啊，咱嘛对这经费哦，特别哈来要求哈，要安怎执行？啊，迄个伊的功能哈，啊，嘛要安怎分，更较有效率？啊，伫即届哈，咱七个七个嘛用气候啊哈。嘛，真理想，哎呀，三年嘛，足好个哈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哈，咱答谢天恩哈，啊，直接拜拜。啊，咱开始今年哈，第6月底哈，咱就开始要运转哈。啊，今仔日哈，特别一个仪式哈，啊，感谢哈。啊，咱神尊那个向地基主哈，大家帮忙。和美镇农会代理总干事谢燕如表示，虽然今年一季稻作拄到欠水个状况。但是加在河美地区水资源调度及时，因此收成方面并无受到影响。今年咱河美地区吼，咱的收缴切啊吼，加在咱河美地区水的问题啊吼，较无受到真大影响。啊，咱新设的120栋的，这我来砍树中心的伊个建制嘛，已经顺利来完成。啊，过来就是。咱即冬吼会用顺利来做稻米的收缴，啊，希望咱即个工程吼会使让咱的切啊收缴的效能更加好，啊，让咱农会农民会当有一个更大的收益。这六台新机的作业数量甲旧机台同款，是120栋，但是效率搁较悬，总计销大约1400万，中央补助900万，其他由河美农会自行准备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